越南猪肉饼、猪肉沙爹、台湾香肠、芝士香肠、咖喱鱼蛋，以及新品培根卷。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来尝试中爸爸亲手做的。要我们家那国语的小的中餐可以卖什么什么的，忘记带来。这里的餐厅没有。他比较乖呢。买了。什么玩意儿？啥？香肠、芝士香肠、咖喱鱼蛋，以及新品培根卷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快来尝试中爸爸香茅猪肉串、越南猪肉饼、猪肉沙爹、台湾香肠、芝士香肠、咖喱鱼蛋，以及新品培根卷。你要哪个？弟弟要玩咯，天天吹。然后说完了，呼呼白虎。弟弟，阿文，哥哥约。弟弟为什么要用大字？好啊。阿文，弟弟，这是什么？一排果是板筋润喉，紫色花坛。咖喱盐一杯五块，五块多的。你去发粉去了。